许三个愿望，两个要说出来，最后一个不用说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第二个呢？然后，希望我考试考好，考满分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念在心里。那要是跟我们一起吹。好了，就可以吹了。我也要吹。太吵。吹完了。哎呦，好好玩。